还没有跟我说你是做什么的。刑警啊。今日上午在河滨公园发现一具无头女尸，死者做过隆胸手术，进行的填充物上面都有编号，应该可以查到是在哪间诊所做的手术。林小雨的手术是你亲自做的吗？是。你办公室有监视器啊？保护客人也保护自己，我们这行业很多罗生门。活了这么多年，你认为这两个案件有关？他跟林小雨一样，颈部遭到二压死亡，性侵后下体被清洗过。准备抓人，开门，把手放在头上。无器官的身体，当我们身体和精神相遇的时候，才被设定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的工作就是改变这种设定。有一段视频我没有交上去。7年前的案子，凶手可能有两个人。为什么这么做？沉浸在爱情中的女人，谁能抵抗？我这么混蛋，应该不是英雄。